那边有。哎，这个 Falcon 也是这两年哈，哎，它这个盖子很特别，你看。啊、哦，这个盖子。对，它这个盖子跟其他不一样，它翻盖是这样的翻。他们的船舱也。哇，它对也挺大的哦。现在你看几个。这个叫 Powerful Falcon， 就是那个鹰隼、嗯、是吧？隼。嗯。Falcon。这个也是这两年好像比较火。哦，现在的那个 Lawrence 已经可以看电视了。是啊，是16寸。对对对，那个可以看电视。你看它的这个是向上，哦，这个不是地毯啊。嗯。没注意，它的这个是那种塑料材质，对，胶的那个材质的。不知道这个效果和地毯怎么样？应该，不过这个清理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吧？对，应该是。没有，这就是所有的海船上用的都是这个 marine grain， 哦，是这样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但其实我不喜欢的是，它会有那种棱啊，导致你必须要穿鞋。有时候我会穿拖鞋，或者有时候甚至夏天真热了，我可能会光脚跳舞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、哦、就是那个很热是吧？不舒服，对吧？你必须得穿鞋。啊、对对啊，就是这个凹槽很大。对对，现在好像我之前看到人家那个特意把那个地毯翻开，然后就买这个贴，然后。那个他把 nitro 也像这样的搞，那个 nitro 的也能自己改装搞成这样。啊，感觉那个对对对，他就说这个有他这个人家有问他说这个缝隙是不是会很大，因为他那个割这个板的时候，他是为了贴那个地毯嘛，那可能就是可能你贴了这个的话，缝隙会变得特别大。对对对，自己改。对，自己改的时候，嗯。你看这一条7万5。哦，这条75000啊！对啊，那我肯定无脑买 Ranger。对，75000，51000。不是，上面那些的。这个是他说，你看这一条是、这现在你看到它配好的是74000啊。嗯。然后它是包括这些，你看它给你配好的，对，这个嘛，电推，然后两条浅滩定点，那这个应该是裸身吧？它加完是。配置特别贵，配置至少10000多。你看，两个，现在最少应该一趟应该两台吧？少了。是两台。对，人家一趟两台是标配，然后顶配的话是4台。对。也有代替。对对，这个应该是新，人家是啊。我觉得这个特别不方便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对上船的，那你要平时对托运的时候，可能会有看起来有点碍事了。这两艘应该是一样，哎，这两艘就这个就6万了，你看，这个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吧？F20，这个是F215，船身。稍微的不同，好像。现在这个4冲的应该是标配了。